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ポポリ商店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以五人为一小组，放学以后去商店里调查他们是怎样工作的。要去的商店就是这些，大家清楚了吗？清楚了。那么请举手告诉我你想去哪个商店。小丸子，我们去哪个商店？马上就要到吃冷饮的季节了，粗点心店不错啊，虽然放弃有美味的中华凉面的拉面店很可惜，但是机会难得，还是去寿司店吧。又不是让你去吃东西的。那么接下来哪位同学想去寿司店？我，让我去。我，永泽同学要去寿司店呢。嗯，替身同学，啊，我。什么？没想到寿司店这么受欢迎啊！好嘞，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他居然连抽签盒都做好了。直截了当说，作为班长，我当然会准备好了。嗯。喂，抽签啦！抽签啦！抽签啦！哎呀，我没抽中！我抽中了。我也抽中了，宝贝儿，太好了！切，没抽中，没有抽中啊！啊，我居然抽中了！替山同学，来，现在还没抽签的人只剩藤木同学和鹰同学了。能去寿司店的名额就只剩下一个了，拜托了，藤木，你可千万不能抽中啊！希望能和替山同学分在一组，希望能和替山同学分在一组。拿了两张，这是藤木同学，给我看看吧。怎么办呢？给，哦，直截了当说是藤木同学抽中了，太遗憾了，鹰同学。我们去哪一家寿司店？我提议就到我经常去的那家石松寿司，怎么样啊？石松寿司？直截了当说，像石松寿司这样的高级料理店，我这种将要成为辛勤的工薪阶层的人，这辈子连进店门的机会都不会太多的吧？真好啊，藤木，说不定你还可以吃到一个寿司呢。藤木同学，你怎么了？嘴唇比平时还要紫啊。那么现在还剩下的店是哪个呢？是杂货店。要调查杂货店的话，要调查杂货店的工作呀。如果真想了解杂货店的话，光是听我说可是不够的。大嫂大嫂大嫂。我们是来调查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事。小心一点嘛！真的非常抱歉，这是我完尾莫难一生的败笔。怎么总觉得被三松屋老板利用了呢？那么，请问您觉得在这家寿司店里工作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呢？最开心的事就是能看到客人吃得津津有味啊！老板，您做的手捏寿司最好吃了。
谢谢你了，小少爷。你们知道吗？石松寿司特制的厚蛋烧更是一绝，吃过一次永远都忘不了。跟妈妈做的煎鸡蛋一样柔软，而且是谁也无法模仿的美味，简直就是艺术品呢、啊！听上去好棒啊！就是啊，替山同学，多谢惠顾、哦，今天要些什么呢？哦，能送我一些平时订的酒来吗？哦，你店里也有学生啊？哦，你那里也有？跟我一起来了。去酒店的同学是，野口同学。好，我一会儿就把货送来。对了，听说去三松杂货店的人非常辛苦，他们几个一直在帮着店里干活呢。干活？永泽同学和小英他们正在被三松屋老板任意使唤吧？对对，这样排就显得整齐了，好像很好吃哦。不行，不能把柜子一直开着。多谢惠顾。你到底怎么了呀？啊，野口同学，腰，我的腰，腰啊！你没事吧？那么现在示范给大家看看厚蛋烧是怎么做出来的吧。如果我没在抽签时作弊的话，那么现在在三松屋当牛做马的人不就应该是我了吗？怎么了？藤木同学不来看吗？多谢惠顾。哎呀，怎么是小姑娘来送货啊？酒店老板不小心闪了腰，刚才三松屋老板把她送回店里去了。哎呀，那真是太糟糕了。那么去三松屋的同学们都怎么样了呢？永泽他们负责把酒店老板的自行车送回去，英同学和穗波同学两个留下来看店。真的吗？真够呛的。不要紧吧？去三松屋的同学真是抽到了下下签呢。怎么会？三松屋老板怎么还不回来呀？我只是想和替山同学分在一组做调查，没想到。嘿，做好了。哇，好像很好吃啊。想不想尝一尝味道啊？我开始吃了。好吃。我可以吃吗？这么美味的厚蛋烧。可是永泽同学和小英他们正在受苦。山根同学，喂，你怎么了？第一次在石松寿司店吃东西，太紧张了，肠胃有点不适应啊。不好意思，我看我还是先回去吧。你没事吧？没事的。一个人回去不要紧吧？山根同学，我送你吧，来，你搭着我的肩膀就行了。谢谢你，花轮同学。花轮同学好细心呐。替山同学，我也来送你回去。再怎么说，这里也是花轮同学熟悉的店，花轮同学在的话会比较好。来吧，山根同学。好吧，那就麻烦你了，藤木同学。我们走吧，山根同学。路上小心点哦。保重啊。怎么了？没什么。我还没吃厚蛋烧呢，现在再回去吃也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吧？哎，来吧。对不起。没关系，今天大家都辛苦了，累死我了。好了，大家挑自己喜欢的冷饮吃吧。真好吃，虽然辛苦了点，但是来三松屋真是太好了。小丸子真是的。石松寿司店的厚蛋烧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这一辈子恐怕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能去石松寿司这样高级的料理店吃厚蛋烧了吧。那不是不是说小英他们很辛苦的吗？是藤木同学。你在干什么呀？
你最好快点擦掉。哎呀，这不是刚才抽签分组时用到的纸签吗？真的吗？是抽中的和没抽中的纸啊？哎，不，你这里为什么会有两张啊？那是，难道是因为你抽了两张，却只给我们看了抽中的那张签吗？难道说你作弊了吗，藤木？藤木，藤木同学，你果然是卑鄙的人呢。怎么？你们每个人都有冷饮吃，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可是我呢？就连石松寿司的厚蛋烧摆在我的眼前，却一口都没有吃就回去了。石松寿司的厚蛋烧。因为藤木的作弊，小丸子没能吃到美味的厚蛋烧。比起三松屋杂货店，小丸子还是觉得去石松寿司店更好啊。啊！山雀来了，你们看这个，这小鸟很可爱吧？啊，你们家给你买小鸟啦？嗯，这是我表姐家里养的宠物小文鸟，这是我春假去她家玩拍的照片。哎，好可爱呀！嗯，这小鸟特别可爱，如果你把手指放在它的胸前的话，它就会一下子跳到你的手指上。小爪子抓得你的手痒痒的，真好啊！我也好想养只小鸟啊！小丸子也非常喜欢小动物，对吧？嗯，一想到如果家里有只小鸟做宠物，心就扑通扑通直跳。对了，我回去问问妈妈。我回来啦！不行，求求你了，我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我养的小鸟。说不行就不行，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怎么照顾小鸟？从今往后，我作业家务都会好好做的，求你让我养吧。你的从今往后和西边出太阳一样，没人相信，少做梦了，赶快给我做作业去，不要到晚上又手忙脚乱的。真是个小气鬼。妈妈不同意我养小鸟，我也没什么心情做作业了。你好像本来就没心情做作业。真无聊啊。真想养小鸟。那是什么声音啊？这声音好像是从院子里面传来的。在这里面。为什么会在这里呢？真可爱。肯定是以为妈妈回来了，对吧？大家都张着嘴要吃的呢。难道那个是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别担心，我没有再欺负他们。好厉害，居然能从这种地方进去啊。小丸子，你在这里干什么呀？我不是说过让你去做作业了吗？妈妈，现在可不是说什么做作业的时候。不得了了，快看这个。是什么呀？快从这个洞里看进去。妈妈，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等等，小丸子怎么了？好了好了，快看吧。是什么呀？真是的，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了。妈妈居然会叫得那么大声，我才是要被吓出心脏病的人呢。但是为什么小鸟会把巢住在花盆里呢？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是啊，我倒是听说过燕子在屋檐下面筑巢的，但是建在花盆里。那又有什么关系吗？反正我们家里也有可爱的小鸟了。那是什么小鸟啊？看起来应该不是麻雀。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鸟，它的脖子上长着一圈像领带一样的花纹。这种小鸟的名字叫大山雀。叫大山雀啊，这么说来好像是有叫这个名字的感觉呢。什么感觉呀？书上说领带粗的是雄鸟，领带细的是雌鸟。为什么雌鸟要带领带呢？我觉得还是打蝴蝶结比较可爱。说的对呀。小鸟的名字用汉字写是四时雀，学名叫做大山雀。哦，
难道说麻雀过了40岁就变成大山雀了吗？这么说，园子里的这只就是中年的麻雀了。应该是因为一只大山雀的价值大约等于40只麻雀的价值，所以才用汉字写成这个名字的吧。好厉害！这么珍奇的鸟居然跑到我们家来筑巢，说明我们家一定会有好运降临了。什么好运坏运的？如果真是那么名贵的鸟，根本就不会在花盆那么狭小的地方筑巢啊。如果爸爸是那只小鸟的话，会在哪里筑巢呢？如果我是鸟的话，应该会在酒桶里筑巢吧，这样就可以每天尽情地喝酒了。你在说什么呀？你现在不是已经喝得够多了？对了，小鸟要过多久才会离巢呢？书上说是2周，好快啊！算起来只要用2周的时间，睡14次觉就变成大人了。好厉害的小鸟啊！要是我睡14次觉起来，可是一点都不会变的。真的呢，人类的宝宝从出生到学会走路都要花1年呢。你们姐妹俩要是也能长得那么快的话，我也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爸，你这是怎么了呀？丸子啊，爷爷，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离巢啊！如果没有你在身边，我还有什么勇气活下去啊？爷爷，拜拜。丸子啊！小丸子，小鸟的名字想好了吗？我看你刚才写了不少名字。嗯，我都想好了，鸟妈妈的名字就叫 Happy。 哎，挺可爱的名字，真的会有幸福快要降临的感觉呢。鸟爸爸呢，就叫 Chippy。 Chippy 为什么叫 Chippy 啊？妈妈的昵称叫哈哈，所以叫 Happy。 爸爸的昵称叫七七，所以叫 Chippy。 原来是想法这么简单的名字，真像你的作风。一说到这些小鸟，突然好想去看看 Happy 他们了。我现在就去看看他们。小丸子，做完作业再去看小鸟。真好听，小鸟们是不是在边吃晚饭边聊天呢？和我们家是一样的。哦，啊，那是 Happy。 嗯，这你都能认得出来啊？那还用说， Happy 和家人没什么两样。 Happy， 我现在去上学了，很快就回来看你们，这段时间小鸟就拜托你了。小丸子真是的。 Happy， 我走了。我走了。虽然小鸟们每一个都很小，胃口却非常好，吃的劲头绝对不比我们班的小山差多少，它们不停地吃，也在不停地长大。为了这么能吃的小鸟孩子们， Happy 和 Chippy 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一天也不休息，不断地去找东西给小鸟们吃。真是辛苦的父母啊。哦， Happy 他们起得可真早啊，我也要快点洗漱去吃早饭了。再来一碗。哎呀，今天吃的比过去多了嘛。我可不能输给小鸟们呢。好的好的，多吃点吧。还有几天小鸟们就要离巢了吧。哦，他们已经离巢了吗？翅膀被打湿了还能顺利的飞行吗？不能等到晴天再走吗？还在。哦， Happy， 你怎么了？你这只臭猫，不准过来！小丸子，你回来了。妈妈，快来，有只野猫。Happy 已经没事了，你为了孩子还真拼命啊。终于要离巢了呢。是啊。妈
妈妈 Happy 刚刚是在跟我们说再见吗？嗯，我想她是在说谢谢吧，谢谢你一直以来呵护我们。是这样啊。再见，明年再来玩。不知道 Happy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妈妈，嗯，怎么了？如果小丸子被狮子袭击了，妈妈会不会拼命来救我呀？哎，怎么这么问呢？你别管了，回答我嘛。别总傻乎乎的问这种问题，妈妈为了保护小丸子，就算是被大象踩或者被老虎咬也在所不惜。真的吗？每一个妈妈都是这样的。 Happy 不也是用她那小小的身体挡在那只野猫面前保护着小鸟们吗？嗯，是的。妈妈，真是的，我拿着针很危险的。小丸子还不想离巢呢。好的好的，拿着，好好放进书包里去。咦，这是什么？真是的，明天不是要带抹布去学校吗？你自己跟我说的。我说过吗？啊，真是的，小丸子什么时候才能离巢，自立成为出色的大人呢？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会好好离巢给你看的。丸子，爷爷。丸子啊，我都那样求你了，我绝对不准你离巢啊。小丸子和妈妈想，爷爷恐怕这辈子都没办法从孙女这里离巢了吧。小丸子讲的是蓝眼睛的朋友和电视机的频道坏了，敬请期待哟。